二双火球照亮黑暗夜晚，就算火是吹干的没间换，小房车炸到飞散，就算推算爆炸会发生在周围不后退，就算粉身碎骨只留下一顶头盔，去给我无畏勇气对抗死神。如果我想离开，请保佑我家人。我们现场就来进行这个火神的眼泪抢先看，太棒了，来来来来。小高，你敢打哈欠啊？我看以后你敢不敢说今天很无聊、啊？要是以后有菜鸟来分发报道，我要申请连休了、哦，不逃不行、欸。小高，你还敢笑啊？你们两个菜鸟聚在一起很恐怖哎、欸。对啊，还是两个。你讲话很大声啊！你别忘了，你们上次到我们队上，我们也忘了一个月啊。都是你带赛啦，是你带赛啦。我只记得我第一次啊，打那个无限。打那个无限那个苗子啊，打苗子的时候，打无限的时候，我差点往生了。哦，你讲，什么叫打无限？打无限啊，打无限就是把火灾现场所有的无线电内容打成逐字稿，全部啊，当然呢。哦，还有民众笔录、车辆部署图、火灾检讨报告，这咱通通爱做。我跟你讲啊，像咱这种哦，做两天休一天哦。这种制度吼，有效敢那无效啦。等恁吼活到我这个年岁吼，恁就知影，规身躯拢害了了。啊，我看不然以后这样子啊，以后谁吼在说什么今天好无聊的，就请大家喝饮料。外加打逐字稿。好啊。小杨，你要休息哦，赶快刷、啊。哎，学长，你那一支借我一下好不好？嗯。你要哪一支？这支就好。哎，又 check it out。不轻松，全天都在待命中，命中一就一通。他们就得行动，所有大小事就狗就猫抓风抓蛇，戒指看小指就跳楼的还得当心领导师，他们守护每个昼夜当我们熟睡，当我们再把担架当成了推用凡人手背，而火神拔河的擂台是未知的未来，明天已死亡不知道谁会先来，他们一次一次找到迷失，呼叫声一直及时爆出密室，小孩老人燃烧氧气，搬开墙壁将伤者扛起，握着压在砖头的绳索不要放弃，就算火球照亮黑暗夜晚，就算火是吹干的没间换，小房车炸到飞散，就算推算爆炸会发生在周围不后退，就算粉身碎骨只留下一顶头盔，他们这一秒就责任结果，一回头下一秒跟家人道别机会都没有，当人们颠簸逃离灾难发生地，越来越多消防员朝反方向奔去，请给我敏锐警觉听到呼救声，请给我足够时间抱住每个人，请给我无畏勇气对抗死神，如果我想离开，请保佑我家人。这个，所以有没有看到刚前面这个戏在演的时候，哎，我们是一点感觉都没有，直到这个音乐一出来啊，音乐结合结合，他们刚演的是比较铺陈直叙的，就是有讲他们的工作内容，他们工作生活内容，然后很生活，彼此之间其实他们是比家人还要家人，好兄弟，因为他们必须要出生入死。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当在火场里面的时候，你看到前面已经塌下来，你兄弟在那里，你不会有第二个考虑，你会直接就冲上去。就是，对，因为门就在那一边。不是啊，没有啊，要把兄弟你要带着这个兄弟冲出那个门。对对对，勇往直前。哎，这位太太，怎么那门就在那边，有什么不对？也是啦，啊，当然要往门那边跑。好啊，对不对？太精彩了，再次谢谢他们。